哎。 哇！但是我这几天看本人，我都觉得小胖不胖，你打的肌肉，撞，我们后面这有一个横。哦，哦，抱歉。啊，对。所以你看，小胖今天竞技状态挺好的。对。 哇！是打出了和马龙的是号称是男队最精彩的一样。怎么样？他说那个没问题了啊，给我讲他那个怎么受伤的。最后，哇！我的内心甚至毫无波澜。这个。哦哟，下边。 没脖上，在训练的时候，两人交手的时候也是会没球都很锋利，比较嘛。对，训练也一样是有点火药味儿。鞭策打爱的鞭策。哎，这么打，那个许昕肯定不行。我是他，我觉得这会儿对他鞭策考验。先别着急。对。好，好球。我喜欢打新球。 今天我更好防，必球嘛！你就是哇，质量快，个全直线。哇，许昕开始过杀，中间反。就这次许昕，我就说完了，逆反方向去拉。哦，梁靖昆，大胖同学，熊大，这个体能没有练好，就点了肉。哦，减肥的时候。对对。 然后谁知道黄标指导拉东西又回来了，是不是一般不存在这种需要特别控制？啊，女孩儿。对，我看当时大家那身材都好的不得了。对，把我刨出。张怡宁当年她腰特别细，腰腹啊，那力量，因为人一紧张时就容易打。所以说，真的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啊。 哇！只要你不放弃，总是会。本身。你看这短球啊，郭梁教练，当年我跟刘国梁教练配过混双，就感觉他们挑那一下比我们拉的那个。我喜欢看金泽柱打球。赢了。好的，现在比赛结束。 关系到这个男队的直通名额，第一阶段直通名额的比赛已经结束了，最终取。